同居的演员合作呢，他就介绍他儿子给他。哦，你看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怎么样？这一关都先过了。对啊，前提要好吃，你不大家都不吃，还是你一个人在吃，那就糟糕了。好，子思思也是这样，对，也是这样。那我就去开 Uber 就对了。我就帮他做指甲。好，男生可以啊，可以。我觉得你去开车比较适合。对，你就说你开车技术很好。你说你说做黑的是什么？帮男生做黑的指甲可以啊，不是？哦，我以为裸体。做黑的，开车啦，你就开车。男生最爱聊车了，对，聊车。你住哪里？哎，我车技术开很好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载你回家。开车啦，那我今天练好一点。对呀，开车啦，动不动也觉得开，动不动就是啊，我这里为什么我右转都会卡住？啊，对，就是什么车子有这个声音啊？闪现不行哦，不是，然后还要在边会，我倒车最弱，你把这个想到，然后看对方，好像都是我们这几个人。这个好哎，这条路好不好？有点尬。我开到好，男生就是刚聊车车啊，你就说我不知道，不然就说你当过兵啦，你叫他。这很硬呢，很难呢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名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二名现场没有啊，李老师有。现在十一月就要把握，处女座这么快，错过十一月，明年一月请你把握。处女座的朋友最近人气是蛮旺的啊，可能类似有点跟人家不打不相识啊，或者是朋友很主动积极会介绍，就算你已经有另一半了。说不定也有人追，哎呦，可以踩这么多条好事，就是，所以他的烦恼应该是太多了，对，哇，还是没有，哇，好羡慕哦，第一名，第一名要有我们吧，没有我们发我们来干嘛？好了，已经帮你让你们想出来走走，姐是不是？你们两位需要吗？我不用了，不用让给你们。摩羯哦，能找到真爱就好了。是已经有一个真爱了哈，那就是太阳上升金牛。哦，有哎，怀念上升金牛，怀念上升金牛。好了。第一名上榜的这位不但有感情运，也有怀孕的运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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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，就有梦到啊。对啊，继续。你梦到男的女的？梦哎。这个都超准的，通常真的吗？我觉得君君比较排斥，因为当初你不是排斥结婚吗？你看现在结婚多开心，越不想要越会玩，越讲不准。搞不好有了他之后，你会觉得你的人生不一样。你会避孕的方法就是一直跟他们四个在一起，一直逼他老公，晚上都去睡乌来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来找你。好，金牛座，恭喜你了，你的旺是一整年。哇！一整年都会受孕呢，你一定会，一整年都会受孕呢，你一定会的，一整年可以生两个，要防掉，防一整年太辛苦了。好，那金牛座的朋友是因为那个。有一整年的那个吉星就在那边守护哦，所以你的感情生活，别人就会很主动的，比如说当你的咨商师啊，或者是很主动积极的，而且你会遇到好对象，比如说对方条件不错，或者是你那么难来电的人，对方很难得他身上有具备你会动心的优点，好好一整年呢，嗯，你有奖，你至少第三名，对呀，第三名，三个月，我以为我们至少会在上面，抓好那三个月，不，没有的也不要气馁，有的。也要去做啊，就是我们两个昨天有一篇文章很你，因为我昨天失眠，我看你也按赞，我也按赞了。有一篇文章就是说，不管啊，你有没有在这个排行榜上面，但是还是要去做。对啊，你如果一直就是你要做一个亮相，你一直不想做的事情，排斥，那就是改变。这种，然后你要选择做一件你自己从来不敢做的事情。那就是突破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去突破跟改变自己。如果你一直不想做都不做，你一直不敢去做也不做，你就不会有改变跟突破跟 true love。哦，走吧，我们来去吃麻辣锅。什么结论？真的是改变，真的是改变。我也是说，凯蒂赖他吧，好不好？祝福两位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跟我们分享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祝福老师。快找到出啦！出啦！